今天呢，我要来练习的手牌了。对，因为我完全不会开手牌，我想说透过 GTA 这个东西，究竟能不能让我成为一个合格的手牌车手？来吧，我们就上这台 MS5 手牌来试试看。啊，踩个离合，啊，入档，起步，可以。我跟你讲，我今天就是挑战，不要骑我就好，不要撞到。哎，这个路会抖呢。转弯，刹车转弯。准备换挡了，哦，呵呵，挑战不要撞到，失败。好，我们开个第一人称。对，我先训练自己开车，下一堂课我们直接载人载起来这样子。换挡了，飙仔飙起来，怎么切到 N 档去了？我靠，这车怎么会这样子？等一下，我这怎么切到 N 档去了？有了三档，怎么会入到空档？那里怎么会是空档？怎么会这样子？来退档补油，这不是进档了，我操！三档，这样子玩过来玩命车手，可以，没撞到，或者是谁开我枪啊？干嘛？我又没得罪你们，我靠！你谁啦？你是怎样的啊 ？GTA 就是这样子，看人不爽可以直接拿起枪来了。对，我就无照驾驶怎么样？我靠嘞，这三宝吧，他直接开过来，哇，这违规了吧？哇！哎，怎么后面倒了一个人？我傻眼，是不是？你看看我们今天开的这台 MS5， 我，不要做效果，没事，太危险了，这个，这边差点失控，正开始要业配 MS5 的时候，怎么好恐怖？安心呐、啊，安全驾驶在这边，你在那边怕屁呀、啊？不用怕了。Surprise！ 我，这个什么？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Hey man, 你会不会开车啊 ？Man， 你还跟我比中指 ？Man， OK。Fuck you 啦！哎，在那边弯过来跟我比中指，鬼子切入哎、欸！我开车我都是正正常常的跟你们在那边转弯，你在那边嘿鬼子切入，嗨，哎怎么哎儿子？警察叔叔怎么一开枪我就崩溃了。然后我们下一次训练班呢，就来载客人，训练我自己啊，不是训练客人，安全的把客人送到目的地，什么送往人生的终点，恭喜阿辉，训练客人的心脏。哎，我在看聊天室，哎，这个弯不行，哇，这个车，哇，我在哪里？我是谁？转过来，怎么转不过来？这GTA怎么转不过来？完了，申请道路救援，完了。哎呦，这个竟然这样回来，去监狱里面没问题，我去监狱里面溜一波给你们看 ，Go！ 监狱的大哥，可以让我进去吗？我们进得去吗？哎，可不可以进去？进不去，不给我进去。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进去，可以进去，去里面偷那台麦当劳警车 ，Go！Go！ 把你的车交出来，我要练车。监狱练车。No！ 卡住。监狱练麦拉伦，帅，有没有？这是什么样的驾训班？你看看，监狱练车啊！平常驾训班会有这种事情吗？那你怎么车不见了？为什么车原地不见了？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这 bug 了吧？马斯坦 GT 来一下 ，GTA 野马 ，Go！ 哦，野马的引擎盖真的好高，看不到地面，有点恐怖。野马好低哦。我要出去了，警察叔叔，你们可以让我出去吗？对不起啦，误入歧途啦，死你妈塞啦！这边这样子，磨出去，可以，放我出去！好，出门，监狱真的是个太恐怖的地方了。刚刚是谁叫我去监狱的？前往军事基地，你们这群真的是疯子哎！你们真的是一群疯子哎！那我们就去军事基地吧 ，Go！ 来 ，call 的好朋友们啊，打个电话，带他们去军事基地一下。Michael， 上车，耶、yeah ！带他去军事基地 ，Go！ 哈哈哈哈哈哈！军事基地配掐时间 ，Go！ 冲啊，野马！哦 ，Michael， 撑住，没事啦，我跟你讲啦 ，Michael， 今天是第一天开手牌上路啊，你不用怕，别惊啦，真的，开飞机是不是？没问题 ，Go！Michael， 对不住了，
这有办法入档吗？直升机怎么入档啊？直升机，直升机不能开啊！尴尬，尴尬，尴尬 ！No, Michael 就这样子离我们而去了。No， 哪个观众在那边讲军事基地的啊？干得不错。我很好奇一件事情，我想做个实验。这个在慢慢走过来的这个，啥都不知道，所有人都往后走，还拿来拍照是不是啊？你还想拍照？有了有了有了，这就是我要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哎哈哈哈哈，哎，变换车道哦，哎，我在干嘛啊？熄火了，有有有，这样真的有在练车，有，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开手牌车在路上，前面紧急刹车，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哎，想干嘛？想钻啊？哎，这段路不错，这段路很适合练的，怎么会有警车在我们？哦，警察叔叔在抓人，是不是？警察叔叔，我见义勇为，来来来，我们开的这个 F150， 开玩笑，浑身正气的男子。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在美国千万不要帮警察乱挡车啊，各位！他想绕跑，他想绕跑，我挡住他，我挡住他，我挡住他！哇！我帮警察，我帮警察追他！来来来来，紧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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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好快！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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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塞一波是不是？我直接给他挡下去，直接挡下去。这边这边这边，熄火了熄火了，快速度速度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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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追上去追上去，见义勇为啊！这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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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边犯罪分子，你在那边，犯罪分子想干嘛啊？警民合作啊，真的，你个犯罪分子，没有，现在是没有警察是不是？傻眼，没有警察来抓他，那我直接把他毙了，我直接替天行道，超正义。是不是？你看，哎、欸，这我刚没看，完蛋！强迫逆向练习，要来是不是？练一波车，练一波车，逆向练车啊！完蛋 ，GG！ 哎、欸，弯回来，哎、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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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觉得我今天训练班可以了，对，真的是很 OK 啊！我会开手牌车了，真的，我下一步就是要去载客了。真的可以，我真的觉得可以去考手牌驾照了。现在这个打档越来越熟悉了，这台车太慢了，我觉得应该要练一个快一点的车子，直接练快车。啊，去啊 ，Yaris， go go！ 哦 ，Yaris 很快，哦 ，Yaris 真的有在快，哦，我这 Yaris 真的很快，哦，我、哦、这真的很快，哎，差很多嘞。哇，原来车快起来，这个打档完全不能比啊。有你爸的感觉，我觉得你爸是个优良驾驶。我开一下蓝宝坚尼看看，我来看看这个超跑开起来是否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车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吗？来了来了，哦，这个一个加速，哦，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换挡，我要去高速公路。哇，赞赞赞赞赞，超容易失控的。先让这些市民车先不见，我先好好的体验一下这台车子。哦，这个好低哦。上坡。Surprise！ 哇，这台任务的这个直接撞上是哪刀？什么鬼啊？直接撞到，无言。好啦。今天直播到这边了，好不好？感谢大家收看。